동해지 마이너스 한 거여울 때 두비에 대 동해지냐 두비에 가겠어 답변은 가라서 때 미세 나눠냐 사과에도 주시이다 TV에도 주시이나 근데 지금 망치에서 문제를 해 망치에서 강에 체능에 딱 가서 그세요 그런데 이미 기회를 지 간제 있네 강에 누구 영화에 동해 누구 영화에 때 이내 동해 민주신도 동해 교대 중대에 그래 봐 다 지기 배너를 찾아야겠나 지기 배너다 배수연을 보고 라고를 찾아야겠나 배너 꿈의 장애를 찾아야겠나 꼭 꿈의 장애에 니기 제고 정강주에 다 미세에니 미기에니 벤 소수 벤디 세소 배 세준 대구에 다 소재 구에 다 소수 소수 구에 다 니제 니주 중구여리 니 동해 니 교인들 학부 구여대 니 주디 누구여 말대 이네 디레야 쇼 꿈케베다 그래서 라코르 체베나 아니 꿈케베디야 쇼르에 나만 쇼쇼 쇼르에 베즈시비 쇼르에 이게 세바다 화동의 무유 예주 그 타고 체네 미심의 지기 통해 디레 쇼르에 디스메 지기네 내들 그때 가나주 동해기 좀 망고지 가나주 음료수 죽을 때네 아니 동해기 연구에 시험이 와봐 디차 그에디 동해 규민의 종말이야 동해 지기 동해지 중친제리야 그 유여지네 중으로 마도 지기 두 매어지기 동해지 여행 말아 그래서 그때 대비기 제와디 배콜배 가서는 제와디 디 예벌도 배대 지기 아 제와 너도 매베 제와 지열 마도 지기 동해 제우치 다스콜배 규민의 중대하다 아니 투중 중대하다 이제 말아 규중으로도 소원 때네 아니 제우 중대가 말아 근데 이 동안이야 동해 민두나야 동해의 규디 그러나서 좁대야 돼 먼저 동해의 노 네 가르치에샤 수수 신주제 네 규디 니네지레샤 네 규디 동해의 규리샤 근데 이런 말이야 아 이게 동해의 규디 규에 지금 누구서 가르치에 사가지나 마음과는 수수 단에 직직이 유미나 어디 제목 가르쳐도 어디 오늘 내 미겨버리샤 아니 네 이런 말이야 네 제목이 동해의 타치오르 근데 이만 내 미겨버리 주우리기 마음에선 수수수 동해의 규제에 남샤 시험에는 더 도로 그럼 왜 망치지? 니시 마시고 있습니다 아니 누구 동해 누구 영화인데 아니 지혜에 같이 볼 수 있는 아니 동해 규제 규제 거였어 齐天论师在入神论里面有提到一句话人不想要的是痛苦但是拼命去追求痛苦人想要的是快乐但是拼命去打断或者是说毁灭自己的快乐其实这一点是相当吻合实际的一种理由了就是说我们在每天在报纸上也好或者新闻上也都看到很多在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几乎每天都遭遇到很多无法解决的痛苦是为什么呢他们刚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想要痛苦而去做这件事情他们想要的也是一种快乐他们想要快乐而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谁知道这件事情做下去的时候你的下场会越来越惨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小偷他想要得到快乐他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要去偷东西可是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警察抓到于是让他坐牢受苦而受苦的 这件事情并非是他最初想要的一种目标因此呢因果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所谓的果一定是有他的因缘如果没有因缘怎么可能会有果或者说所谓的果并非是无因无缘的情况下而所产生的所以因果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了解了这一点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是彻底地了解到因果之间的关系的话那我们会非常的谨慎去处理事情当我们去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我想要的是快乐因此呢我必须要去承担快乐的因缘我不想要的是痛苦因此我必须要去断除痛苦的一个因缘所以如果了解到因果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关系的话那我们紧跟着朝这个方向努力一次又一次的去为了断除痛苦的因缘为了承担快乐的因缘去努力
你，那特区，你去你台湾是独个的，台湾就是中华独立啦，不好意思，台湾中华独立呀，那在台湾的呀，台湾的就靠里面的，那另一年台湾的没有申请的哇，登记学那些的。台湾的就是同样经验，台湾人，那第一国家就不来去，台湾无奈的干了，我们帮回台湾，就是他，他来台湾，是不是单独来台湾？但这种我心嘛，我可能还注意些，那你别呢，空中就是啥的有没呢？哦，那空中啥的同样的都有要买的，你呢空中马啥为呢？你去过帮，就是对着我们台湾有几哇，空中没有钱。대민의신경대화유지하마호시아니지금공주왕도쇼소수대화디잔이쇼점소수공주사유누가니야시디행자이외에게상류기내법이소수매수와총세진의삼단비나아니최세진의삼단비나유모은배다지금내비나아니지금대화유지금대화유물에서다시디물에쇼유물에서얘기아니삼로코라알기니야慢性的话，但往前就得吃这个嘛。这边有讲的啊，这个，你对于台湾对呢啊，台湾就种慢性嘛，台湾家里有人种很多这些，你当然先台湾就种很多这些呢，但往前就得非常怕不过嘛。尤其是承办快乐的这个部分是相当的困难，还未承办快乐之前，必须要去承办快乐的医院。还未承办快乐的医院之前，必须要对于快乐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否则的话，就我们上述的内容，把痛苦的本质误以为是一种快乐，去努力，去承担。所以，首先呢，对于快乐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之后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快乐的医院是什么。那下一步是为了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和去承担快乐的意愿，否则的话，一面想要的是快乐，可是我们正在努力去做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痛苦去努力了。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讲，明明知道每一个人都说不能生气，生气是不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由自己内心强大的一个真心给说服，不得已的情况下。去生气，生气，那生气了之后，因为一下子的这个真心呢，把我们内心的所有的和平都给打乱了，给打破了。可是这个并非是我们想要的目标，我们想要的是一种快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知道，生气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可是，这种内心的强大的一个真心，我们早已被这个内心强大的真心给说服之后。跟着这个真心而跑，所以还未去承办快乐之前呢，必须要了解到快乐的真面目。了解到快乐的真面目之后，要进一步去了解要怎么去承办快乐，要了解到承办快乐的方法。那等呢，去读研的，在这今年读研前面还不会。그런중간에하고들어야지동행동행들그때는유료의동행들당연히쉬운내신망치냐동행이막하고들어오는거와대구내야교조해지니뭐유네수리야동행내되는거와어디있는지그동행을왜냐지그동행은뭐수가디동행차쉬이들이야니하고내다병원에쉬우내는사고하고내지나그니유모무남샤그니상제에게런신그니야고시는하마고이나디동행이막하고해요말이근데니가랬을때사전기능이있고그런주의때동행에쉽게레에는영웅배팡배아니지금사전기능이공부들이야다되게동행이차슈디니인도가니야지금니동행디에그런주에디코어니야지시니야친제니야니코에유인제한도친제니야니사전기능이공부유리유대니그러니까니다티베차슈시차교류니시엠벌이야아니매주슈치를채고해니시엠벌이야아니지금노인의부상제유모문남샤부당시엠벌이야니기들에게왕게아니제국제당제왕의식행당
对吧？解放军判断的对，那国外哪里呀？对的，就九万块的，三万就吧，对啊，你他们好多活动呀，你国外哪里呀？国内，我的第一个，那单就马些活动呀，那你这个东岸长隆，第一单，这个干啥呢？啊，解放军这个东岸生的，那他第一个的。我不注意清楚，第二个呢，第五区也的其他这些没有的，第五区说呢，我的实际年龄的分布，第九还在不到的呀，这个，他们都是一个同样的，对的，小几块一样有的，珍珠、米、哈、柿子、瓜子有的，第一个，反正同样的，吃的是这个呀，同样的话，全来了的呀，反正同样的。吃的，可能海南，南山这边也有点，他可能水面看不清楚，和水的东西这个样嘛的。那直接是不一样，哎，反正这个实际的，吃不都是一个东西的，他东西有哪点不清不的，我出现呢，来有这个南山的开，可能跟着你写，我们就到南山的，哎，然后去写，这个叫我们去就到那里去的，然后写说呢，哎，吃不都是一个东西什么的，东西的，我们那不，那得休息。反正就夸你呀，越亲切的呀，东岸的那点你不去，怕过不来的，他坚持不下去的。你，他东岸的给送到了呀，哎，东岸，不是，东岸的吧，什么生意就没得，的吧，赶紧送过来，是的，的我有年岁些子，的我有年岁的，俺就这个读书介绍了嘛，俺就年年出来哪里呀，出土也去的，俺就我也是本身哪里呀，用的。那台北市就对了，是加上的呀，东岸，因为东岸旁边台北有些，东岸的呀，人均忙不济，我住那样的，忙住第一的看不到我，我出不去见的，心里面开心不得。那么上述的两种痛苦，第一个苦苦是，不要说人类了，连动物都要了解到这一点，连动物都要不想要。动物也不想要这样的痛苦。那第二个坏骨的这个部分呢，就我们刚刚所讲的，要动用自己的脑袋，好好的去动用自己脑袋，才有办法了解到这一点的痛苦。那第三个痛苦是更深一层的痛苦，要了解的这一点的痛苦是有相当的难度。这种痛苦叫做醒骨。什么叫做醒骨？是指的是我们先所拥有的流入进去的运气。叫做辛苦，了解 这一点的痛苦相当的痛苦，并且呢，要断除这种痛苦呢，也是相当的困难。还未断除轮回的续有之前，没有办法断除这种痛苦。那为了进一步的去了解这种痛苦，我们首先呢，对于烦恼、业力以及生死轮转的破坏。都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所以呢，行苦的这个部分呢，比较难去了解。但是呢，我们要想要真正的想要脱离轮回，真正的想要获得解脱，或者是想要获得佛果的话，要了解的这一点痛苦是特别的重要。流入进去的运气。是无论是欲界也好，或是色界也好，或是无色界也好，都有的一种痛苦。与欲界来讲，我们都有这种邪恶之气的一个运体，有一种邪恶之气的臭皮囊。色界也是一样，但是无色界虽然无色界没有这种邪恶之气的一个运体了，可是它还是有一种流入进去的运体的一种痛苦，因为它有意识嘛。所以无色界的这个界位也是属于轮回的，它并非脱离了轮回，无论是它的层次再高，它还在轮回当中。因此呢，游入进去的这个运体，尤其是这个行魂呢，都遍布在整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想要真正的脱离轮回的一个人，必须要去了解这一点的痛苦是相当的重要。为了了解这三种痛苦，佛陀就宣说了苦谛。所谓的这个谛这个字，以藏文直接翻译过来是真实的意思，实际的状况的意思。为什么说实际的状况？
就是说人或者说众生都有这三种痛苦是一种实际的状况，所以宣说了苦谛。那身为一个修行者，尤其是身为一个想要获得解脱、想要脱离生死轮转的一个人，必须要了解这三种痛苦是相当的重要。那这里呢，共爱苏布的一个人心心眼的啊，下坚持不来。那就南北九五年那个前辈讲的，第一南北人，就当去他不当他这前辈，恐怕多多年年去记不起一百呢。第共爱苏布的第二个哈恐怖的起，啊，共爱苏的人心哈蛮好面呢，变得恰恰面呢，共爱他的人是就，那你南爱、北爱、西爱，我得第几滴共爱的？嗯，什么什么东西？第个第呢？他那生产就嘛东西，个现在农业人们工人呢，他那有什么机关呢？那开始的啊，俺几个看那些木材，都罗诶，亚国工业，俺那砖厂木做诶，看不见那地。我在第个的农业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是，那个农业往现在不要嘛？第开始农业呢，第个没等个第，就大年个多少岁，多少年个多少岁呢？第农业伢么子你忙不着嘛？他什么生产啊？是当真？同样一笔运算的了，你结果你那当地有的，前三地同样的钱，六百同样的钱，那这呢？啊，对，你听懂了这个同样的下子，那什么本事？定收是当然，去年拿出来去抢过吧。他第二讲人家，哎，就俺们最个三，团队三不当当的三不三地当，那你团队个六个，数不地，数不可能啊，同样的这些钱，同样的钱。또 이제 동해를 쓰면 나오면 이렇게 되잖아. 아니 수분이 배에 이게 주변에 돌아 미연한 에너지. 이 동해를 말해 쓰면 동해를 쓰면 나오면 이제 쓰고 이래 보면 그때 내부 참으지 배 대신 양호시 개비나 그럼 신의 배 강성선에 보면 이제 내 자성을 지금 해주지 라추에 주는 거 봐. 그래서 일단 이제 동해 이게 수분이 하고 소나 아니 이게 내 탄도지 동해 생긴데 동해 이거지 让他这边呢，得来他们都落地嘛的。东岸涨级，东岸两个线索呢，啊，他们都落地，东岸的他们都落地，东岸涨级嘛，都这个，嗯，天的，你就会东岸的，那你这个，差不多这个东岸的，他们都落地嘛的。但这个差不多这个东岸的，东岸就会东岸刚刚落地啊，东岸一没得拉出来，哈过说呢，哦，这个上了东岸那下，得来他们不都上面呢？那你他也给，嗯，这个东岸给吃在的是。全部集团，全部集，这地方呢，他们都有落地，东岸地带的他也有落地，被熟全部集团盯上过去，全部的是。如果不知道这三种的痛苦，尤其是后两者，快苦行苦，这两种的痛苦，没有一个全新的了解的话。虽然自身是一个佛教徒，或者是说虽然自身是一个追求解脱的一个行者，可是你直接问他说什么叫痛苦，他可能会说病跟痛。其实当讲到病跟痛，那痛苦的范围是大大的缩小的，这里面只有一个苦苦而已了。可是这个苦苦是 不只是人类的，连动物都要知道，而且连动物也不想要这种痛苦。所以我们只讲到说病跟痛的话，痛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为什么？因为这种的人根本就不了解后面两种的痛苦，快苦跟辛苦。可是我们就跟他说，痛苦不只是这一点，还有快苦跟辛苦。进一步的解释说，其实我们吃好吃的东西，穿好看的衣服也是痛苦，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然后他会跟你说你少了这一点，可是我们进一步的去解释给他听，他会觉得说原来吃好吃的东西，穿好看的衣服也是一种痛苦的本质。可是再跟他讲说，不只是穿的衣服，吃好吃的东西也是一个痛苦，连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身体也是痛苦的话，他就更没有办法了解，他会可能会跟你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少了这一点。可是我们为了让他了解到痛苦，让他了解到
我们所拥有的流入进去的命题也是痛苦的一种本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去详细的去解释给他听，让他了解到为什么流入进去的命题也是一种痛苦的本质之后，他会觉得说原来是如此。那为了脱离这三种痛苦而不断的去努力，而不断的去修行，否则的话对于这三种痛苦没有任何全面性的了解的话，只能为了断除第一个痛苦而去努力。那为了断除第一个痛苦而去努力的话，痛苦的范围就大大的缩小。那你这也就讲呢，但同样的这个关于人心的商量互动的修习开始不是，还在讲里边修人心。第一个同样一门这个还冇过呢，第道理也给上不去解读嘛的，是吧？啊，这个。但第一就讲呢，第一同样一门还告诉呢，哦，但同样一呢，第就没有的中嘛的，第二就就改了一下先，上不当一就讲呢，啊你来的中。来的肯定是不是呢？羽毛来穿嘛？那第一的来的羽毛跟那的就来穿它的，它身体就来的个，昆虫的蛋白质，第二的昆虫蛋白质蛋白质呢，昆虫蛋白质穿嘛的，昆虫蛋白质肯定会是的，那冬天可再有一点，那么让冷的就有一点，是吧？第一刚刚的用色的，那你这个来的羽毛来穿不来些？我的第三的讲的啊，那你。这个来的，那你羽毛给弄下来，留下些当羽毛，那俺给差不多了。这个羽毛给弄下来，我就送去。那第一个，那这个的，就这样的天呢，那你这个冬天给这个的穿嘛的，是的，冬天有冬天，那再就有冬天，那差不多就有冬天，那差不多就有冬天了。恰恰为呢，别的这个哈了几个，对呀，这个冬天有冬天的，第二天没事这个，那。通过原来这个结尾那样，那过九月，差不多九月冬天，那差不多这个冬天要买的，因为俺这个，可是俺九月冬天的冬天要买的，差不多这个冬天的那点不是，俺实际年头今年里啊，他特殊原因呢，俺他冬天的那点不是，他第一个俺胖几个，他来，俺胖几个来第一个俺交了月费，俺羽毛的给的，俺第一个就是。我这样呢，第二工作的大概担保公司的，第二要念书起来是，第二要念路起来是，第二个点呢，就第二就要上山，那你留在东岸的中国来是，过去的三月第二就到了点呢，留在第二中国来是的，过我要念路这嘛的，这个上路单的学校的这个第二中国来是那么小的三个用的不当，第二上面的嘛呢，过就第二是。但怕啥没有去啥啥不说这，那你就不得那些道都没有的呀，要的也行，那的哎，那我们内陆去的也行，那你工作得不得？他去怕啥的没？他们你们得送的也是。当上述的这一些内容当中，我们才会了解到说，要好好的去。了解，进一步的去了解三种痛苦的本质，三种痛苦的性质是相当的重要。如果对于这三种痛苦的本质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升起一个想要脱离这三种痛苦的一种强烈的需求心。那当对三种痛苦有了全面性的了解之后，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三种痛苦的意愿是什么，这三种痛苦来自于何止，是来自于业力，业力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烦恼。于是呢，佛陀就讲到了第二谛，极谛。佛陀说：“此是极谛，因为有业跟烦恼的缘故，造作了各种各样的恶业，而今天呢，让我们遭遇到更多的痛苦。因为以业跟烦恼作为因缘的缘故，今天让我们去遭遇更多的痛苦，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被痛苦所折磨。如果今天我们投身到一个有邪恶之躯的一个人的话，那不要说有没有这些痛苦了，就算我们投身到一个色界，或者说五色界，那五色界虽然没有前面两种痛苦，没有孤独跟坏果，可是五色界还是有辛苦的，因为无论它的层次再高，它还是在轮回里面，它还是
要去遭受到更多辛苦的折磨。所以呢，二十四章摩尼婆第二部就讲到了极地，或者说此事极地。为什么说地呢？说因为有遭受这么多的动物的因缘，那我们会我们要去遭受这么多动物的因缘所带来的果报是实际的一种状况。地这个是真实的意思，实际的状况，这也是一种实际的状况，而并不是说我们去胡思乱想。我们会说因为它有因缘，它会带来痛苦，有这样的一个胡思乱想遭遇更多的痛苦，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实际的一个状，实际的一种状况，这是一种因果缘起的一种理论。因为遭遇更多的痛苦的因缘，因为遭受更多痛苦的因缘，而今天必须要去遭受更多痛苦的因缘所带来的果报。于是呢，导致我们的第二部就讲到了极地。啊你，啊。동해디게디아니주군중대발에중원지기그남샤디야구지시비나코와아아니코와레야주지중이디야구진시비나어어무코와는그에동해야해디아니금세디레지때는양샤스지디레지때는동해디규디레지때는아니동해인거래서아니코와레야주게아니지기좀많이야구진시도해지다디被旧的植物弄下的，旧植物，植物里头用的，旧植物在那种研究方面，可以给弄下的，比较新的，对，可绿植引进些的呀，可种植一些，几个什么几个，突然种个几档，啊，你的被旧大块植的嘛种啊，是吧？啊，你其他旧面的嘛种啊，你的研究方面，它旧的干还要的呗，它可植的旧植的种，旧植的种了在那植物植种研究方面。但你啊你呃刚也有呗，有的没有下松，植物的没有菜有呗，要么呢植物的没有水有呗，植物的没有水就感觉熟嘞，有的没有菜呢，植物的没有菜有也行。加上有的没有菜味呢，植物的没有菜，可是有的没有菜味呢，植物的没有菜土嘞。加上植物的毛也特别有嘞，植物的干也特别有嘞，啊你果子嘞，果土子嘞，干也都是有嘞行，啊你这个呀。我本台湾省省级军队那个，你干爷的，我有你嘴里啊，台北市的，我有你嘴里的，你干土部的，我土部的县，加上我本台湾省的，你那个就台北市么子的，你干爷的不得事。当清楚的了解痛苦、轮回以及轮回的因缘之后。我们会进一步了解到说，原来一切的有为法都是由它的因缘所产生的。当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会进一步了解到说，如果今天想要脱离轮回，如果今天想要断除痛苦，有没有办法？是有办法的。那还会断除痛苦之前，你必须要去断除痛苦的因缘，才有办法断除痛苦。为什么呢？因为痛苦本身也是由痛苦它本身的因缘所带来的。所以呢，首先要从断除痛苦的因缘下手。那痛苦的因缘是可以断除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断除？于是呢，佛陀讲到，是有方法可以去断除的。那如果透过一个方法来去断除的话，能不能够获得一个永远都脱离痛苦的一种功德？是可以的，因此佛陀就讲到了第三谛，叫做灭谛，把一切的痛苦都彻底断除之后，会获得一个灭谛功德。因此呢，第三谛就讲到了灭谛。所谓这个谛也是一样的，就是痛苦是可以断除，而且能够获得断除痛苦的灭谛功德，也是实际的状况。那今天给我问的问题。아니그지기겹주에네아니지기용어쇼신이와요말에미신기아니두지거리는데요그래요말에동해디아니뭐고구도나두미도나아니규디내가소리했어다규디내가소리해야된다냐근데
五边田不地，没有水的，冬天没有的，秋天没有水，水的那个五边山的，你冬天吃不的，你牛羊吃不的，吃吧，五边的，土个吃不的呀，你蓝天空不的是，它的蓝天距离近不的是，你后面的呀，你牛羊的个没有水吃的，奶的个没有水吃的，你你这个天气的土气湿的，嘛吃了那样子容易吧，说说啥的，白煮吃的，你吃不的是。加上俺生意现在那个收入哪里呀？俺光干的，他小不起干什么？光干是都干的是都省出去干的，所以说上东南的呀，居住东南，所以说对家工作环境，这个的谈不谈不的呀，冲突大。俺天天冲突大，天天在早晚的没有睡，第一个用水的那的洗澡没一个这样的的，这个房价的时候没有睡着，早晚的没有睡呢，俺。타바 고만두에 근데 심지어 탐지기 동의에는 탐지기로 고만두에 어떤 딘디지기 아니 랑비지 봐 개고 쉬우지 생기 중에 대가 그때는 저는 귀타고 개고 띵서고 쉬우지가 되나요 그래서 为了获得 断足 灭尽功德之后呢，必须要好好的去修道，而并非说为了获得断除痛苦的一个灭尽功德，要去求救，要去跟另外一个人求救，或者说跟另外一个人去求加持，不是这个意思。那自己要去努力，自己要去好好去修道，好好去修行。因此呢，在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佛教里面呢。非常强调地提到，修心的重要性。那所谓修心的意思是说，要修自己的内心，改变自己的内心。那改变自己的内心是说，要去断除，或者说要去净除内心的烦恼。为了净除内心的烦恼，先从，净除初分的烦恼开始，慢慢地去净除。等一些烦恼的净除之后呢，要把烦恼的习气都要净除掉，把烦恼的习气都要净除掉之后，才有办法获得一个真正的脱离痛苦的一种灭尽功德。因此，为了脱离痛苦，为了获得脱离痛苦的灭尽功德，佛陀呢在佛教里当中提到了一个非常详细，并且非常提到了一个非常深奥的一种道次第。내내 유관리야 딱 그러죠 지기 가서 그러네 주인장에 지민지인의 장에 배대 그 군주 통지 시선상의 집다 내내 지기야 라고 주여 마셔 소수의 공간에 겹지 귀리야 남들이 기도해 지다 아니 탐진 재성로에 대해 수레스 유관리야 아니 묘모되게 되었어 이 묘모되게 되냐 그러죠 각세 토록의 탐진 시에 묘모 문주와 배대 원회에 아니 유모니아 계획합니다. 아니 지금 가사님이 그런 카피자야. 아니 뒤에 공격이 뒤에 인연보 규리 계획이네. 아니 유모니게 되게 매우수에 맨 중대지에 뒤에 탐험 만족배 소위 친구 제외디 나고 상계배에게 직대매 나오냐 슈니 오늘 전에 다 슈구치오 지기 제외이나 딱 뒤에 뒤 규리 계획이 그다음에 공개해야 돼 시우지 계획이 되겠어. 所以，为了能够追求灭尽功德，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去好好的去修行，而并非是说要去寄托三宝，或者说跟三宝供养，或者说三宝可以把哪一个赤裸裸的一个加持给你，不是这个意思，而自己要去努力，了解了这一些上述的这些道次第之后，要进一步的去修行，那我们要去跟烦恼。战，我们打战的对象是烦恼。那为了跟烦恼打仗，我们必须要一直更强而有力的对峙力，来去跟烦恼打战。因此呢，身为一个修行者，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上述的这一些内容之后，要好好的去一直，消灭烦恼的对峙力，来去修行是相当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
有意义的修行者。So we, the morning session is up to 10, right? Yes. Okay. So therefore, now, in this, sorry, I'm speaking. today, you can hear, 생계 중된 내게 초고 당구디, 아니, 갈사 여러분의 대시 초고디 나느냐, 망배추, 택배치 중 강제지휘부인의 디 냠냉기, 종시 집행할게요. 디 종시, 디? 너는 기회내래, 태미의 기회내래, 택기의 기회내래, 상하의 기회내래, 중시 니 나로네, 가다 지금 연매지에 대해서 물어봐야지, 니는 때나요. 니는 이번에 이 시험지 겹치고, 세계준비 내게 추고 당구에 나느냐, 세계에 때고 용서하기, 중시, 링시를 니, 니는 해야 되나요. 니는 둘 다, 상, 따도 동안 이렇게 시작해 주시면 됐어. 总而言之呢，佛陀所宣说，宣说如说佛陀所本的初转法轮，初转法轮所宣是四圣谛。那以这个四圣谛来讲，我们也可以说四圣谛是一切佛法大小圣以及密宗的一个架构，或者说纲要。我们以四圣谛的一个内容来配合着小圣的法轮去修行，也是可以的。以四圣谛的一个内容来去配合着大圣的法类来去修行是可以的，以四圣谛的一个内容来去配合着密宗的一个次第来去修行是都可以的。所以说四圣谛的这个法类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法，四圣谛这个法类是整个大小圣以及密宗的一个架构。We will start. Okay. Yes.